那接下来我们先进行现场连线，把信号先连通。啊、接下来老爷子就开始进行告白时间，开始表演，好吧？搬道具吧。好，接下来是旅行者老人的告白时间。老伯子，我给你表的是猪八戒喷心符啊，你们看吧啊。哎，你听好了啊，哎、我师傅开始给你表演猪八戒喷心符了。口才血喷压三军，天蓬大帅将下放。禀相公，大事不好。怎么样了啊？我听说呀，这唐僧西天取经，差的大徒弟赖多拿的夫妻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是这大鹏跑车。哎呀呀呀呀，小姐，咱一道护花园吧，能听听吧？相公，你看俺、奴家想你想的身受如长，俺有些走不动啊。不动，我本人一背上就把你背上我肩上用啊。相公，你背上我吧。背上什么？哎，站住！这呀，小姐，你这真沉啊。相公，你看看我呀，千金小姐，千金小姐，所以肯定要沉落呀。真是好福气呀！相公，走吧。小姐，我今儿给你帮我拧帮忙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相公，俺临来的时候拿了一个棒槌，我要给相公您洗衣服啊！洗什么？跟人。成钱吧，成心吧，给我成吧。老伯子听到了吗？我给你演住了啊。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阿老师鼓掌，阿老师掌声。走不动了，揉住了，揉住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痛。